勤劳本和小妹又上线啦，还带来了你们最爱的片场日记哦。嘴边的口水擦一擦，跟着本鹅一起游片场，准备好开启今日份冷血狂宴闪光片场了吗？ Let's go！ 前方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冷血狂宴童心未泯三人组，快乐源泉陈伟霆，笑声搬运工郭采洁，卡哇伊选手林允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风采吧。秉承着 A 爆宇宙的原则，我们的女王郭采洁迈着猫步走来了，简单的造型也丝毫抵挡不住她的魅力。 T 台女王 slay 全场，这步伐你学不来的。然而当出场自带霸气 BGM 的郭采洁遇上普通话 NG 大王陈伟霆，全程蜜汁笑场，分分钟女神秒变女神经。鹅友们还在等什么？速速来听各种名场面，收获今日份的简单快乐。谢谢。你能不能瘦了一天了，刚麦没有声音，本来可以的，对不起。我吃住了，他主动 offer 了，快点挂了。不是你死了，明明是这样说的。对不起啊，说不下去了，等一下我。陈伟霆版烫嘴普通话加郭采洁版魔性笑声，这也太上头了吧！鹅友们又能开心一整天了。然而在这样水深火热的局面之下，卡哇伊选手林允也时刻要保持我最美的姿态，这波仙女级坐姿请查收。确认过眼神，你是要做小仙女的人。鹅友们，这波仙女指数你 get 到了吗？就是不知道对直男管不管用。我的上次不代表你漂亮。本鹅已鉴定完毕，狐狸陈宝宝是直男，纯金的、铁的、塑料的。万万没想到，我陈上一秒放飞自我，下一秒求生欲呼之欲出。明明扬言要将直男进行到底，结果真香加入直男，打脸只在一瞬间的。真香啊！这操作看起来还十分熟练，宝宝说好的偶像包袱呢？当然啦，作为本组合中的快乐源泉，宝宝表示是要将欢乐贯彻到底了，这不还主动加入了贡献表情包和槽点的阵营中来。咯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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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。一直精分陈宝宝，因太过沙雕，遭到了来自官方的吐槽。我很危险的建议，我让他来回头。他被神机了，被整过了。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下。本期节目，鬼马小姐姐、脾气小哥哥片场趣事太上头。那么，如何 get 更多冷血狂宴片场趣事？上腾讯视频，摸准直播门牌号《冷血狂宴片场日记》，鹅小妹将带你们继续穿越剧组，一探究竟。